主內嘅兄弟姊妹，大家好，我叫 Vincent， 係一個堂區青年，係今次贖罪祈禱會嘅其中一個發起人。我好希望透過呢個祈禱會，可以為教會做翻一啲事。今晚嘅祈禱會，正如頭先有個兄弟幫我講咗，係一個好個人去求住去向天主贖罪。所以我不希望大家會有一個很不舒服的感覺，不希望大家會認上。另外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專心的話，大家可以將自己的手機關上或者校正機，希望不要打擾大家一同懺悔一同祈禱的時間。我們旁邊會有很多 QR code， 你可以將可以找回我們的流程。如果哪個兄弟姊妹未有的，可以舉手，我們都印了一些單張可以派給大家。我們的贖罪祈禱會現在開始。我實在告訴你們，若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無論為什麼事祈禱，我在天之父必要給他們成就。因為那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我們在教區中心，在主保無原罪聖母前，在救主基督的十字架下懺悔祈禱。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體蒙受尊榮，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我們為教會和我們自己未盡的本分，去守護信仰和市民，向天主懺悔贖罪。我們為眾人的良心的覺醒和事件的真相大白而祈求。靠你有错，有。
心事，我该要走的路，主璀璨我心思，意念归依主你，更靠你有光，你未忘记我，更靠你有错，又更靠你有忍耐。心事，我该要走的路。而家有请圣十字架堂的一位兄弟为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感觉，他的见解。大家好，我介紹一下自己先。我是聖十字架堂牧民耀會的副會長黎智良。咁我同呢度，我相信很多嘅青年一樣，都是一個在職的青年做緊嘢。嗰星期一發生件事的時候咧，其實我都是在網上知道。咁我知道的嘢其實好少好少。嗰一刻，咁嗰一下咧，其實我有很多的情緒。第一個好憤怒。見到為什麼警察咧會忽然間走咗入聖堂的範圍裏邊？第二樣嘢，即係我嗰陣時，我係好嬲啊陳玉強執事嗰一下好嬲嘅。但係都當然，我之後再睇翻其他更加多嘅資料，我明白其實唔係太關佢事，即係佢嘅角色係唔係咁多嘅嗰一下嗰一度。第二件事，我很擔心自己堂區，因為很多年在這裡長大，很擔心自己堂區被人成為了一個目標。因為其實那一天再晏一點的時候，我已經收到有人說七點鐘來聖堂度靜坐。我不知道大家收不收到，有一幅黑色的圖畫，有燭光這樣，七點來靜坐。究竟靜坐是靜坐還是怎樣的呢？還是有其他事會發生呢？我很擔心在上班的時候，我也擔心我們這些神父執事的安危。那一下那一天下午，我就很快地做完我自己手上的事，然後我立刻就回了教堂。然後我回去見到呢，我們那一下就去了，好彩我們聖十字架中心那裡其實很多委員會的，我們那裡有聖十字架和平正義和平委員會啦、勞工委員會啦、分委啦，好在有咁多嘅職員去支持我哋，同埋我哋主任司徒梁神父啦、陳執事啦，嗰一日一齊坐喺度，係揾翻嗰件事係成件事發生咗啲咩事，我哋睇翻曬所有嘅閉路電視啊，寫翻啲時序，究竟發生咗啲咩事，還原嗰件事啦，同埋睇下我哋有咩方法去應對。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個鐘是敲緊的，因為七點鐘就有人來了那一下。我最想分享，其實今天走出來最想分享呢，我覺得作為一個青年的教友，我最感動呢是我們主任司铎梁達才神父呢是很跟我們一起走的整條路，即是由星期一發生了事之後，他第一件事那一晚出了一份毫不含糊的聲明，很正面地回應了教育的問題。那一晚我們在我們自己的禮堂那裡，我們都沒有預計有很多教友回來，我們知道見人呼籲靜坐，但同時間其實都有少少的傳媒來了，那他都是很正面去幫忙回應教友的問題。我再佩服一點的是呢，他第二天呢就再出信問警民關係科，究竟你在我們堂區那裡捉了的教友，究竟的市民，不是教友，市民去了哪裡。我很佩服他這麼迅速的行動。之後再
出更加多的資料，等大家釋疑，等大家解釋了清楚那一天其實個時序是怎樣，發生了什麼事。即我想這些是大家很關心、很關心的東西。我覺得在整件事裏面，梁神父作為一個牧者去帶領我們，我覺得他是三番四次地出文啦，去挺身而出啦，我覺得是非常之有風骨和有道德的勇氣在裏面。但是整件事呢其實是還未完的。我們知道堂區裏面都還有很多質疑，我們那一天未答到所有的問題，會有青年質疑，還有很多的問題，有人成立了關注組，我們要繼續回應。還有梁神父呢因為都這麼毫不含糊地出了一些聲明，我們都知道他在不同的方面都受了一些壓力。接著我就在這裡想，其實堂區我們是很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我們要教友的支持，教區的支持，尤其在這個這麼紛亂的世代裡面。我自己今晚我會為幾樣嘢祈禱。第一樣嘢，我自己嘅主任，我哋堂區嘅主任司代梁達才神父祈禱啦。我感受到係我哋羊棧裏面可能有人做咗啲唔係咁符合大家期望嘅嘢，但係佢帶領住我哋去贖罪、去補贖、去挽救成件事，我好感動啊！呢件事呢樣嘢，我為梁神父祈禱。第二件事，我為所有的神職人員祈禱，執事、神父、主教祈禱。特別是我祈禱希望香港教區未來我們的主教是一個有擔當的、有勇氣 的牧者。我的分享是這麼多，多謝。接下來我們會請兩位在瑪嘉莉大堂的青年，他們有些事情都想跟大家分享。大家好，我是聖瑪嘉莉大堂的教友，我叫做 Carmen。 今天我是用聖瑪嘉莉大堂教友的身份來做一個分享，也是我的先生是聖瑪嘉莉大堂堂區議會的會長，所以一直都陪著他去走在堂區裡面的工作，所以都有另外一方面、另外一個角度去做分享。其實對於堂區，我們的堂區在對現在的社會事件裡面的回應，我自己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我們被堂區拒諸門外。堂區在跑馬地其實是最接近銅鑼灣的堂區。在6月15日的時候，其實銅鑼灣是有社會運動，當時我見到有很多的市民，他們走投無路，於是他們在銅鑼灣和灣仔走了來跑馬地。當他們入到聖堂的時候，其實他們只是坐在聖堂外面的長樓梯上面去到休息，來借用洗手間，又或者是擺下錢去到買飲品。其實都可以在這一天裡面發生的事件到，其實當銅鑼灣發生事故的時候，跑馬地的而且確是一個可以讓市民去到避難的地方。又見及此，我的先生和他的幹事團隊在9月底開始不斷地跟堂區的神長溝通，希望開放聖堂來到做休息站，但是一直都無功而還。兩星期之後，堂區更加是取消了主日的黃昏感恩祭，提早關閉了聖堂和堂區中心，並決定在10月到11月底將主日的黃昏感恩祭全部提前到5點鐘去到舉行，離散之後提早關閉聖堂和堂區中心。這個安排其實我們見到在社交媒體上面已經是廣泛地傳了開去，聖瑪嘉莉大堂亦都因為這樣被很多的朋友戲稱為是一個門上關的聖堂。今個星期一是一個很艱難的一天，
雖然知道聖堂和堂區中心是會提早再次在六點鐘去到山門，但是我和我先生仍然是渴望回去這個我們成長、我們服務、我們結婚、我們熱愛的堂區、去為香港、為傷者、為執政者、為執法者去到祈禱。回到堂區的時候，咁啱就巧遇幾十個咧，都係心意相通的朋友。其實佢哋都想翻嚟聖堂嗰度祈禱，證明其實咧，大家喺呢一個咁艱難嘅時間，實在係有翻嚟聖堂祈禱嘅靈性需要。期間，因為我哋見到神父宿舍燈火通明，於是我哋在場有教友主動打聖堂嘅電話，去到揾神父啦，去到查詢提早關門嘅原因，亦都問下神父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能唔能夠俾我哋十幾個嘅弟兄姊妹入去堂區中心嗰度去到做祈禱。佢前後打咗三四次嘅電話，頭兩次咧係得到神父嘅接聽嘅，但係得唔到正面嘅回應，更加俾神父吸線。之後咧，再打去聖堂嘅時候，聖堂嘅電話已經冇人接聽，因為喺聖堂外面嘅呢一班教友咧，其實都有一啲係曾經同本堂神父係有個合作關係嘅教友，於是咧，我哋直接打本堂神父嘅手提電話去到同佢聯絡啦，再去提出上述嘅查詢，點解要提早閂聖堂，同埋可唔可以俾已經翻咗嚟嘅教友入去聖堂嗰一度祈禱？咁但係咧幾個嘅朋友打咗去啦，其實對話都係未完結咧，就已經俾神父吸咗線。我自己咧亦都有親自去到打電話俾本堂神父，但係咧本堂神父去講希望佢可以開放堂區中心俾我哋入去祈禱，可以安定我哋呢一班已經翻咗嚟嘅人嘅心神。但係得到嘅回應係本堂神父話我而家好忙唔得閒，然後咧就掛上咗電話。其實幾分鐘之後咧，好快我哋喺門外嘅人已經見到本堂神父喺大家嘅面前掠過，佢走向堂區中心入邊嘅禮堂，堂區中心嘅禮堂大門啦。期間就係一路行同我哋一路講，就話你哋繼續喺度祈禱啦，今晚係唔會開嘅。然後咧就閂埋門消失咗喺我哋眾人嘅面前。我絕對感受到咧在場人士嘅失望，因為我都覺得被拒絕是很失望，我們不知道說什麼好，只好大家一起去重念一串的玫瑰經，之後就各自散去。其實我對於堂區在這段時間的回應覺得很痛心，因為本堂神父經常都跟我們 說聖堂是我們的家，我們都當聖堂是我們自己的家，第二個家。但是這一天我們的家長告訴我們，他很斬釘截鐵地拒絕了我們。其實我們回到去呢都不是奢求聖堂是一定會再開放，亦都絕對明白堂區神父在下決定的時候，其實他需要有很多方面的考慮，同埋他要平衡不同的聲音。但是如果他回到來見到我們一班青年在外面，如果他可以跟我們做一個簡短的祈禱，又或者勸喻大家在離開的時候要注意安全，其實又是不是一個很過分的要求呢？我的分享是這麼多，現在我交給我們堂區議會成員 Victoria。大家好，我是 Victoria， 我都是來自聖馬加利大堂的，我是議會成員之一。我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這幾個月這個社會運動底下我們堂區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們作為幹事在當中能夠做的是什麼，或者做了什麼。九月尾的時候，我相信大家有不少的人在網上都應該看到一張聖堂門口關閉的相片，是我聖堂門口關閉的相片，並連同一位堂區青年失望的言論，然後下面是一面倒的留言。我記得我當時見到那個貼文的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社會上我們能夠為青年做的已經不多，難道連堂區的青年我們還是一個打正旗號最年輕的幹事會，我們都不能夠為我們的青年做一些事嗎？所以我立即就跟了我們的會長 Arthur 去分享了這個想法。
而我都知道佢都有同一嘅想法，大家都去到呢一個程度底下，覺得唔要做一啲嘢。於是咧，這個九月尾之後嘅第一個有事情發生嘅10月1號，我哋立刻喺30號嗰晚喺幹事會倡議可唔可以做休息站。我哋得到嘅係一堆好正面嘅回應，紛紛有人舉手可以協助當值。但呢一切咧，當情上去到主任司度嘅時候咧，會長係首當其衝咁樣被拒絕嘅。而神長語重心長的理由咧，係掛住好多的牧民需要，例如佢話啊，如果你開開喺尼撒有一啲黑衫的人行入嚟，教友會點諗呢？如果教友之間政見唔同，佢哋先口角再動武，咁點算呢？當聽到呢啲説話嘅時候，我立下唔知俾咩反應，同埋我睇得到神父嘅牧民需要好大。我眼見我哋咩都做唔到，嗰、那個10月1號，我隨住時間咁過去，望住銅鑼灣依然係咁樣紛紛擾擾。然後我哋繼續喺嗰個門關上嘅 post 上面，不停見到青年喺網上熱烈嘅討論，負面評價不斷。身為幹事，我同會長再次商討，並且急召一啲熱心嘅青年面對面一齊抒發一下感受，同時希望藉此去澄清一下啦，釐清一下我哋幹事會喺呢件事上面能夠協助嘅能唔能夠符合到大家需要期望，應該是期望。當日的聚會，我們聽到大家對堂區的失望，對教區的失望，甚至聽到滿有熱誠的青年已經主意已決要離開教會，我心痛。作為青年牧民起家的我和會長都聽到心痛。當日本想抒發感受的，但最後呢，青年們的那個熱烈呢，是迫使我們一定要有下一步。大家都覺得不能夠就此就擺有，望著有需要的人沒有得到協助，所以我們決定邀請神長對話，希望以最溫和和沒有誤解的方式，不讓青年誤會底下理解堂區現在做的決定。所以我們10月尾的時候成功邀請到神長們，在這裡我都多謝神長們答應這個邀請。而當中那一天是有一眾的教友，包括成年人不止青年人的對話，而我們得到的回應是神父承諾會跟從教區的指引行事。今天已經是11月10幾號，兩個多月了，我們這一班一直自命為最年輕的幹事，我自問我們十分努力，並且以不同多方的嘗試，由理想地希望可以開到休息站，去到只是要求不要提早關門，而我們做的事只是卑微到只是想可以實踐福音當中的教導，令到每一個有需要的人得到協助，做最基本的事。我今天分享是這樣，多謝。大家好，我叫 Alpha， 就是許先生啦，同埋就係 Victoria 口中嘅會長。咁啊，即係點解剛才唔係我出嚟去分享先呢？因為其實尋晚羅神父去邀請我嘅時候咧，我今晚本身應該係要工作嘅，咁所以我就但我亦都即係好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可以咧即係同大家有一啲嘅分享。咁於是我就揾咗我太太啦，同埋Victoria 出嚟，去代表我去做分享，但係最後即今天我都即工作取消咗啦，咁我最後都嚟到，咁但係佢哋準備咗嘅嘢，我都唔想浪費，咁所以就由佢哋去分享先。咁我喺度講多幾句説話嘅啫，咁啊唔會阻大家好耐時間，亦都唔會希望即令到祈禱會嘅時間咧會因此而延後咗。
我在這裡只是想補充幾件事。我們三位或者我們都在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掙扎。我不知道剛才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們這番的分享或者這番的言論呢是一個篤灰，但是我希望 我們真的很糾結，我們會不會講了這些東西，因為指名道姓禁制了已經，雖然我們沒有講到明是哪位神父，但 是一查就知道了，是不是我們也講了我們是哪一個堂區的。我不希望大家會有個這樣的感覺，我們只是覺得我們都是將那個事實講返出來，將整件事的過程整個經過我們講返出來，為我自己在整個這幾個月裡面我覺得很難受，我也覺得很無助，無力感非常之重。在座有我堂區的青年人，有我家人，有我幹事會聖馬街大堂幹事會的成員，有其他的教友，有看著我大的 Auntie Uncles 在這裡，我都可以跟他們說，我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你們來到都是為我們三位打一個很強的強心針，讓我們有能力有勇氣去分享。但是我再次強調，我真的在這幾個月裡面我覺得很難受，也很難過，很多的失望，很多的痛心。剛才來自分享他說9月15號和9月尾的時候，其實都有一些所謂的黑衫人來到我們堂區當中，其實除了那些所謂的黑衫人之外，在我們傍晚離開聖堂的時候，我們都在黃泥涌道電車路那裡跟我們一些堂區的青年相遇，他們都是被迫要回去即是跑馬地裡面，其中有一位他不舒服，他要休息，即刻想到的就是回聖堂休息。當面對著他們的時候，我們說關門，有一晚我不在這裡，29號晚我不在這裡，但有青年人7點鐘他跟我說， Alpha 我在聖馬加利大堂附近，我在跑馬地我想休息一陣，我想找個地方坐下，聖堂是不是開？我不懂得答他，情何以堪。好痛心啊，那一下好難過，好像都好像 Victoria 所說很慚愧，我作為一個會長我什麼都不能做到，一個我不懂得怎樣再繼續擔當這個會長下去，因為彷彿我們在這裡所倡議的一些，我們所爭取的一些，我們所渴望有的一些得不到一個回應。這份回應我自己認為是很卑微的一些的回應，剛才內置都分享了一些，我不在這裡重複，但我再強調，我不希望我們今天的分享是個篤灰，但只是我想讓大家都理解多一些，或者有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或者去看為什麼我們堂區會變成一個門常關的堂區，或者可能我有另一個私心在當中，我不希望有堂區兄弟姊妹有教友會覺得啊這個會長沒有做事，我們確確實實我們都用了很多的方法很多時間去嘗試去爭取，但是只能夠繼續依靠天主，都懇求大家繼續為我們祈禱，為我們堂區祈禱，為我們的教區祈禱。多謝大家。在這段時間大家都有很多無力感，大家都有很多的無奈，我們都聽到很多，可能有些是其實我們未盡力，有些我們做了力盡了力都做不到，我們都將我們做不到的，我們做了的，我們做得不好的都交託給天主。
接下来我们有三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可以起身或者跪在这里，低头去反思一下自己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做过的事，去求天主给我们的宽恕，去为自己的一些缺失或者一些过失做补赎。我向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他是光明的光明，他是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被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成，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流出玛利亚出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恩着比拉多执行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復活了，他升天之坐在聖父的右邊，他還要光榮地坐我真的是死者的神和萬世無疆，我相信神是主及父與生命者，這是聖聖所講法，我聖父聖子
事工，从中途传下来的教诲。我承认谢罪的圣体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让我们一起忏悔。我向全能的圣父姊妹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请坐。好吧，我将我的平安托付在你的手中，好吧，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好吧，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好吧，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阿爸，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阿爸，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阿爸，我将我的现在我们有请下主教为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各位弟兄姊妹，听了两间圣堂几位兄弟姊妹的分享，一路聽的時候內心是非常之難受的。瑪嘉烈大堂是按照教區原則，我們到最後是尊重每個聖堂的神父，因為他是在那個堂區裏面現實情況，所以我們給回這個最後的決定權，是本堂神父去作決定。在這裡中間似乎有很多大家的看法很不同的地方，怎樣可以做好一點呢？現在我在這裡真的不知道是怎樣可以落實。至於聖十字架堂呢，一方面是很高興聽到梁神父是有這份同兄弟姊妹同行，另一方面呢都看回是教區的聲明呢是給不到堂區的支持，合適的支持，可能還有些不是很一樣的看法。自己作為是教會一份子，亦都是
教區的領導層之一，我深深感覺到我有責任，我做得不好，我辜負了不少兄弟姊妹的期望，在這裡我鄭重道歉。雖然教會再不是好像以前中世紀的教會一樣，可以保護那些來到避難的人，但是看回整件事呢，我自己是學習到一個相當重要的，就是其實教會作為一個業權擁有人，一個業主，其實他都有一個的權利在這裡，可以給那些走進來的人某個程度的保障。在這裡我自己是沒有意識到，非常欠缺。怎樣在現在這個這麼嚴峻的時候落實這個教會，如果有人來到我們那裡，怎樣保障他們呢？在現實情況是很難，但我覺得我們需要面對，我們需要學習，很希望接下來的可能再艱辛的日子裡面，教會真的成為可以為有需要的人一個的投奔，一個的保障，一個的信賴。很難過，很傷心的，也同時看到今天的社會越來越多的暴力，各走極端，好像所有人都走了去一個的漩渦裡面，不知道怎麼可以抽身而出。其實最有力量的真是政府，應該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要還原整件事的真相，沒有真相整個社會不可以再起步，沒有真正的和解，教會應該做社會的良心。各位姊妹，可能很老套，但是教會不是只是主教神父，教會都是大家，你們可以支持到那些可能很多考慮的神父們，可能很多不知道怎樣去做的神父們，我很期望我們面對著這麼多的困難，我們這麼多的有限裡面再一次經驗，我們是同屬一個身體的肢體，正如保罗的教导一样，等我们再一起依赖上主，因为真的唯有祂才是历史的主宰，再一起交给祂。希望大家和我们这一班很多弱点、很多不足的牧者一起同行，一起相信上主，建立教會。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not my doubts nor my darkness speak to me.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my heart always welcome your love.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not my doubts nor my darkness speak to me.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my heart always welcome your love.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not my doubts nor my darkness speak to me.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my heart always welcome your love.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not my doubts nor my darkness speak to me. Lord Jesus Christ, your light shines within us. Let my heart always welcome your love.成群恶犬围困着我，成群歹徒环绕着我，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我竟能数清我的骨骼，他们却冷眼观望着我，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念扣。上主，请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勇力速来救助我。求你由刀剑下抢救我的灵魂，由恶犬的爪牙拯救我的生命。求你从狮子的血口救我脱身，由野牛角下救出我这苦命人。而家我哋请陈志明神父为我哋分享。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你舍弃了我？刚才我们听的是这个圣灵的二十二章，一开始就这几句说话，这句说话我们都很熟，耶稣十字架上面讲的说话。跟着那个章节第三节就说，上主，在早上我们向你求救的时间，你好像不睬我们，就算我们夜间的时间呢，你依然很静默。不像刚才弟兄所读的很惨的那个遭遇，还有很多部分都觉得自定社个人好像被撕裂一样。不过如果再听完下去的话呢，都很有希望。他说愿人呢能够认识到上主的慈悲，还有宣扬上主的爱，到最后的时间愿整个大地都能够醒觉，一起赞美天主。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都是很多困难，很多痛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这样的经验。我的天主，为什么你舍弃了我？可以说是很多人近期的这种经验。
記得去年的時間，暑假八月中的時間，有成三千多個青年人來到這裡主教座堂，個主題叫做信心在人間。這些人來自世界各地，特別來自亞洲不同的地方的青年人，除了在聖堂裡面有優美的一齊歌唱讚助主之外，其中特別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每一次祈禱都有一個長的時間，在靜默當中是讓聖神能夠令到我們得到覺醒。除了祈禱之外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分享，我都盡量參加聽青年人他們那種信仰的掙扎。他們的掙扎來自不同的地方，可能他們的衝擊來自社會的迫害，有些是來自堂區的一種的矛盾。我記得有一次呢，我參加個組的時間，有個青年人分享他跟他爹地的關係。他以他爹地為榮，因為他爹地呢雖然不識字，但可以即睇聖經。他告訴人聽，我爹地很厲害的，看聖經就識睇，但其他他不識睇，因為他來自農村。他以爹地為榮，但後來他有機會出城之後呢，讀書讀得很好，咁開始呢，他回到見爹地的時間，他覺得爹地唔係咁，即係好似好水皮咁，好似自己好多方面叻過爹地。後來佢揾到份好嘅工作，咁但係都遇到好多嘅困難，好多所謂辦公室嘅政治，佢好傷心。當佢翻去屋企嘅時間嘅話咧，佢嘗試同爹地講，爹地只係默默咁聆聽佢。當然佢自己後來都會爆喊啦。咁佢爹地咧攬住佢。即是跟他說，兒子是會這樣的，現實是這樣，不過我們是有希望的，主和我們一起，我們一起祈禱。在這個時間他很佩服他爹地，雖然知識不是那麼多，但他信仰原來那麼強，在現實當中能夠堅守住他這份信仰。在上個星期我們神父呢有周年的備席，神師來自這個西班牙的一位神父，一个圣医会的神父，他都提醒我们这个悔罪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特别每晚黑有一个习惯，就要良心的反省，反省在今天里面，他提我们不要只是做了些什么或者没做些什么，而是究竟我今天有没有爱到，有没有真的爱我的家人，有没有真的爱我的朋友，有没有真的爱我的社会，不是做的问题，是爱的问题。面對不正義的情況，可以有很多的選擇。有些人呢很無奈，有些人很憤怒，有些人想逃避，甚至想移民。有些人用一個具體的行動，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來去抗爭。有些人或者更加用一些方法來去表達，更強的表達方式。不過神師說有一種的方式都可以是說用你整個的生命，不是一兩個行動，是你願意，縱使間的現實不是那麼理想，或者很多的不公義，但你決定用自己整個的生命來去面對現實的情況，以及繼續堅守信念，以及在自己崗位上面去保護同埋愛所有嘅人，無論識得唔識得嘅人。祈禱唔係要天主幫我哋解決問題，祈禱係求天主同埋我哋信賴天主，信賴天主佢有一切嘅能力，佢俾力量我哋同埋俾智慧我哋。與其我哋不斷咁去詛咒黑暗，讓你能夠求主俾我哋燃點我哋每個人心中的愛火。当耶稣临近橄榄山的下坡时，众门徒为了所见过的一切奇能，
都歡欣的大聲頌揚天主說：因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人群中有幾個法利塞人對耶穌說：師父，斥責你的門徒吧。耶穌回答說：我告訴你們，這些人若不作聲，石頭就要喊叫了。我哋都請麥神父為我哋講幾句説話。各位兄弟姊妹，我首先要多謝呢班青年人啦，係佢哋主動邀請我哋嚟呢度做乜嘢呢？要感謝讚美天主，要靠天主保護我哋，靠天主帶領我哋，同埋賜俾我哋足夠嘅力量，繼續為佢做見證。呢樣嘢係好重要嘅，亦都提醒我要記得乜嘢係最重要嘅，乜嘢係最有意思嘅，係乜嘢呢？係讚美天主。是依賴天主，是信賴天主。我知道我們啱啱聽到在福音裏面，有些人一見到耶穌基督就很開心，不過在群眾當中都有些人叫耶穌基督要做什麼呢？請你跟你的門徒說，叫他們不出聲。而家我哋都可以話，有好多人，有好多事情都阻止我哋，或者好想我哋唔好講嘢。但係點解我哋會繼續講呢？係因為天主自己，係因為主耶穌基督自己肯定我哋。我哋都聽到，如果啲人唔講咧，天主就點啊？可以將呢啲石頭成為人。你感謝天主，天主不嬲都有方法嘅。天主可以使呢啲石頭成為人，你感謝天主。最重要嘅係乜嘢呢？唔係我哋要收聲，重要嘅就係乜嘢呢？要祈求天主賜俾我哋足夠嘅力量，時時講有意義嘅説話，説時時讚美天主，係唔簡單嘅。面對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在的香港，我們都聽到一些青年人的分享，心痛了，不開心了，好無助了，等等。耶穌基督自己，如果在這裡，面對感到痛苦的時候，他會怎樣呢？福音說，耶穌哭，耶穌真正的人，真正的天主都喊，點解呢？我哋人係咁，有事唔知點樣，有事唔知點算。不過我哋喺度係因為我哋有信心，主耶穌基督時時與我哋同在。我哋嚟祈禱。頭先陳神父都講咗啦。我哋祈祷唔系叫天主帮我哋解决问题，而系全心全力喺主内生活，因为我哋知道耶稣基督系我哋嘅力量。我哋喺度听青年人嘅分享嘅时候，大家有乜嘢感觉呢？面对咁多痛苦嘅时候，我哋有乜嘢感觉呢？我可以话，唔使惊，耶稣想我哋讲嘢，耶稣想我哋继续赞美，耶稣想我哋继续讲乜嘢呢？系讲佢嘅说话，去
圣圣自己，圣化他人，同埋转化世界。面对咁多痛苦，我哋可以点呢？有啲大家都知道，我做青年牧民工作，有时同青年人倾偈嘅时候，有啲青年人会话辛苦，我好失望。辛苦，我唔开心，我对教会好失望等等，系青年人嘅声音。我哋作为神父教友，应该点呢？要继续彼此对祷，祈求天主带领我哋。因为我们的青年人不单只是将来，他们都是我们的现金，我们要现在陪伴他们，聆听他们，跟他们一起行，这样我们将来会有意思的。希望我们会彼此对祷，希望我们会继续信赖这一位，时时鼓励我们要赞美天主。我哋唔讲嘢，天主会将呢啲石头成为人做乜嘢呢？赞美。要记得天主系有方法嘅。其实我哋依赖天主唔系因为我哋冇办法嘅，我哋依赖天主系因为我哋其实有办法。嗰个方法咧系主耶稣基督自己，要有信心。如果我哋对天主有信心，自己都会放心，是因为天主时时与我们同在。各位青年人，圣保禄在提摩德前书提醒提摩德这样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但是要记得做信徒的模范，是很重要的。各位兄弟姐妹，祈求天主时时帮我哋。我哋属于呢个社会，我哋属于呢个时间，呢个时间系我哋嘅。要做乜嘢呢？要以耶稣基督嘅精神去改变呢个社会，改变呢个世界。天主保佑。信仰咁样话，每一个教友都有佢嘅信仰意识，
当神职人员有偏颇、唔争气嘅时候，教友嘅信仰意识就要出嚟平衡百多禄呢只船教会。所以今晚你哋喺呢度，系要平衡呢个教会乘风破浪，唔好喺今次呢啲事件里边沉沦落呢个漩涡。反而我哋应当以教友嘅信仰意识，你哋识噶，因为圣神喺大家嘅心去平衡呢只船，乘风破浪到彼岸。陈书记话：惊涛骇浪莫要怕，平安底部全靠他，系我哋嘅十字架，向住行啦。所以唔好睇神父主教，睇自己。你哋系教会，我哋同你哋一齐系一个教会，唔系你同我，系我哋系教会。所以各位教友，教会系我哋大家嘅，所以你有权，亦都需要挺身而出，否则石头都会喊啊！我哋教会唔出声，石头都会喊。呢个第一点。翻去睇啊，《文长记》三十五章，《文长记》三十五章清楚，天主吩咐梅瑟话，要有七座叫做避难城，七座避难城系上主嘅话，系让嗰啲被人追杀嘅人入去避难，好使佢哋唔会未审必就已经被杀。明白我讲咩嘛？未曾审已经被人杀咗啊！所以天主吩咐梅瑟话，要有七座避难城。呢七座避难城喺边度？我哋嘅教会就系呢啲嘅避难城。无论法律俾我哋啲乜嘢，喺道义上，道义上喺圣神俾我哋嘅呢份信德内。我哋需要去接待所有人，唔系未审先判，唔系未审先杀。所以呢，呢七座避难城要喺香港，呢七座避难城系上主嘅吩咐。接下来嘅时间。我哋都可以让在座嘅教友好自发咁去讲自己嘅感受，自己讲自己嘅经验，亦都可以做一个简短嘅祈祷，将你心中嘅思虑交托俾天主。咁大家系可以举手，咁我哋会有工作人员递咪嘅。我哋喺虽然时间有限，但系都尽量让大家可以。我想这一次事件，在座很多位，包括我在内，都是第一次的经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处理是正常。香港六七年的暴动，我当时是十二岁，刚刚升中一，阿妈叫我路上边所有的嘢唔好踢，包括罐头，所以我哋是大步南过，所以仍然在这里。在这件事件上面，其实我看到都很多，我想分享两点。一，有很多人向我报名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所以他们知道个手机，他们经常 send 很多不同的东西，那我见到有很多人只是 send 某一边的东西，说示威者不对，暴力暴力暴力，
永远不会讲到政府是和警察是不对。所以我跟这些人说，你不要看一面，凡事都要看几方面。第二，在这件事件里面，我经常做事的时候要揸车出外，在我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力量撞低几件啦，用架车，所以我很担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而且是发梦都想着。所以我知道自己已经去到一个不是很正常有偏颇的状态，所以我开始想，如果我撞低了几件，他有家人，他有仔女的，他们会怎样呢？我家有一个女人等我隔一晚要开机洗肾的，我要协助的，那没了我又会怎样呢？所以当我将不在个漩涡里面再转的时候，看阔一点的时候，哦，我就在个漩涡下面向上发，哇，原来这样是海阔天空，还有看深很多，看阔很多。所以如果我们是走了落个漩涡那里的时候，请你记得想阔一点，想深一点。最后我问自己，耶稣教我撞人，他没有叫我揸架车撞人，冇叫我揸架车去撞一啲嬲嘅人，我开始醒觉。愿上主保佑香港，愿上主保佑我哋嘅教会，阿们。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怜。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怜。各位好，我是想分享一些事，因为我是其实我是路德圣母堂的教友来的。其实刚才都讲了很多都是关于堂，即是、教堂和教友遇到的事，都是其实矛盾复其实喂，我有一些感受，就是很强的感受，就是教友裏面有很多矛盾。我都是已經中年了，都不是一些很年輕的小孩的人。那我那個堂區比較多一些年長的教友，那年長的教友都是會可能、都是會偏向一方面。那我自己本身就也都參與教堂的服務，在我們都會有些通訊群組裡面，包括 WhatsApp 啦，很多時候都會收到不同的訊息，大家都會有堅持大家的意見。有時我就很大的感受，就是、他們有時我不是分享很多，就是、有時都會覺得在一些公救進行社裡面，大家都是很想、對現在我們的後生一代呢，都是感化他們，但他們都會反而是會用語言上都是會攻擊我們。就例如說他們不斷分享，例如說一些教會變成一些曱甴屋，即是很攻擊性言，就或者我覺得我感受到很即是分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就覺得 很無奈和很不開心。但是我不知道，我沒有感覺，我覺得很失望。另外一件事我也想說，就是其實、在這麼久事情發生了，由六月開始，我在教堂附近，因為我都有時做運動、我在附近被警察
即係冇俾警察盤問啊。咁我諗呢個幾個月都大家經常會發生啦。咁我將件事都分享俾教友聽啦。但係教友嘅感覺就會覺得，究竟你會唔會係個教士啊？咁我又覺得，其實我對教友嘅會嘅感覺係好啊，咁有啲奇怪喎、啊，搞到我好難去再點講咧，自己會好難去。其實我見到好多出面好多人咧，都係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啦，唔公義啦。咁而家竟然降臨喺自己身上的時候，竟然唔同教友嘅時候，感覺上有啲出入，對我嘅衝擊都幾大。因為我記得教會裡面教我啲乜嘢嘅話，喺教友身上好似感覺唔到。咁對於我嚟講咧，我冇憎恨佢哋，只係我不過我覺得我失望。咁我好難翻去教堂。同埋而家近排好多，即係例如話批評教會啦，開放教堂俾一啲人。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唔係縱容佢哋，我哋真係開個庇護所俾佢哋，我哋接納佢哋啦，因為我哋需要佢哋明白。唔係，我哋真係唔係打，我哋唔係，我哋要去慕盟啊，係啦，依個係我嘅感受，我好感大感受，唔係啫，係教友啫，係多謝各位。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喂，少少嘅分享，我身邊有好多基督教嘅朋友、基督教嘅同事，我諗大家一樣啦。我同佢哋祈禱，好多時候會同佢哋一齊祈禱。佢哋嘅表達喺祈禱中嘅表達有兩個字係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每一次我哋一齊祈禱嘅時候，大家可能會喊，可能會好唔開心。可能看到自己的教會未盡力，很失望。作為一個教友，一個平信徒，盡曬力了，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大家一起祈禱，我們喊完的時候，他們結尾總會說，無論怎樣都好，上帝仍然掌權。掌權這兩個字在我們天主教會很少用的，但是他们用完这两个字做祈祷之后，这两个字不停地在我心里面回荡，不停地出来又出来，掌权这两个字。我想分享的是，即使我们几渺小，我们平信徒几渺小都好，我们的声音可能未必去到主教那里，甚至乎可能堂区的神长都未必听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放弃每一个机会，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做，无论是在圣堂里面还是在圣堂外面，我能够送物资进去中大的我就送，我行不到进去的我就送去物资站，即使是两支水我都送。在圣堂里面可能我讲了很多次了，很想开门，很想帮人，但是得不到回应，我再讲，讲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不断讲，最后可能都是没有回应的，最后都可能打成晚通宵都还在打紧的，但是去到最后，掌权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面不停地回响，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天主给我多少能力，我做多少事，我做不来的，我祈祷告诉天主听，我已经尽了力了，你掌权，一切在你的手中。
好像夏主教剛才所分享的，亦都是為我很大的提醒，教會不僅只得主教神父，亦都有我們的教友。一個肢體做得好，我們大家一起光榮天主。一個肢體可能未是做得那麼好的時候，我們一起痛苦。但無論如何，天主給我們多少，我們做多少，我們一起努力。就好像今晚這樣，我們一起在祈禱，就算教會做得不好，或者我們要懺悔，但我們都一起懺悔。我們是同一個肢體，同一個教會，我們亦都一起相信上帝仍然掌權，一切都在主的手中。我們為所有的青年，為我們的教會，為我們的神像祈禱。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念。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念。時間的所限，我們再可以給多一至到兩位的兄弟姊妹可以分享。阿丑的坐在那裡。咁咧，我分享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即係教堂裏邊咧，即係冇理顏色啊，即係其實好多都係誤解咗啲青年人，因為我以往咧，即係佢咪一年有一兩次遊行嘅，咁好多時都撞到我哋啲堂區旅行啊嗰啲咧，我都從未參加過。不過係今年咧，好特別，咁咧我又覺得呢條例如果實行咗咧，會好多人會好慘，於是。咁我都驚嘅，因為得我自己一個人去遊行，第一次嘅啫，嗰、那個合法遊行。咁我就問身邊，就唔係教友嚟嘅，係搭車嘅啫。咁、我話你哋去遊行，你哋做啲乜嘢啊？驚唔驚啊？咁啲人係咪兇神惡煞啊？係咪即係想去廁所嘅時候又去唔到啊？因為封住曬側邊咧，好即係好驚咁樣，因為去過啊嘛自己。咁佢哋就話嗰啲人。七八成都不是教友嚟嘅，但係佢哋啲人咧係好有秩序、好規矩，甚至乎咧係善良嘅，即係唔會話係做啲即係只顧自己啊，唔顧其他人嗰啲嘢嘅。咁我又想試下去啦，於是就自己一個人咧就喺教堂，即係我就唱歌嘅，咁我就冇練歌，咁啊走咗去啦，一個人咁。起初咧喺教堂度咧，佢哋見到我著黑色衫咧，已經係好歧視我，即係覺得哇你有冇搞錯啊？我哋成班跨人都冇人咁樣，你咁樣，你有冇搞錯啊？咁樣或者知你啲仔女唔聽話啦，咁話我。咁跟住我就唔理佢哋啦，咁我就去睇，咁啊發覺咧係啲人係好激動，成日派啲嘢俾你咧，咁養下養下咁。咁我又覺得即係如果冇飯冇。冇同耶穌嘅界名係相唔啱，即係分即係相反咧，我就會去做去嗌。但係如果有嘅咧，我就唔會嗌，唔會鼓勵啲人去做啲唔應該做嘅嘢。咁我都發覺嗰個遊行裏邊咧，即係我去合法嗰啲啫，唔合法嗰啲咧，我就冇著衫嘅。即係我行去車站，真係我真係行去車站嘛！我嗰日係諗住接機嘅，咁啊，我又冇攞嗰啲嘢，我又冇樣，乜都冇嘛，係咪先？咁啊，咁你話係都係啦嚇，咁我哋又唔出街咁，係咪先？我都要食飯啫嘛，咁啊，咁跟住就咁啊，咁我發覺咧，啲青年人即係咧，佢哋係好有熱誠嘅，即係尤其是大學嗰啲咧，大學生嗰啲咧，佢哋係就算。頭嗰幾次合法咧，咪見到啲救護車佢哋讓俾佢哋入咧，覺得佢哋好團結，係有啲係好曳嘅，臨尾走嗰陣時係有啲好曳嘅，可能真係有啲收咗人錢嚟搞事。最尾嘅時刻，佢哋會就喺嗰度，跟住啲警察都知嘅邊啲搞事咧，佢就會去留意佢哋啊咁樣。後屘而家大就慢慢即係都唔知咁多，可能好多聽講話好多都辭咗職啦咁樣。即係唔係要供樓嗰啲都唔會留翻喺嗰度做啦咁樣，聽啲外面啲人講咁。咁其實我屋企都我四個我兩公婆加埋兩個仔女咧都有兩隻顏色嘅，
所以咧，其實但係我哋四個都係教友嚟啊。咁佢哋三個，我老公都有翻聖堂，但係我仔女都冇翻，甚至一個係扶祭添，都冇翻啊。不過就唔係為咗呢件事。不過同埋我而家兩個仔女都讀天主教嘅學校，但係佢哋學校裏邊咧，我諗有八九成都係男師嚟，因為可能真係近住邊位咧嗰啲。所以咧，你哋青少年咧真係唔使灰心。其實我哋做每一樣嘢咧，天主都知道。甚至乎，因為唔係神父，唔係神父話事嘅，神父側邊好多教友，可能啲教友99%都係男師嚟嘅，所以你哋唔使擔心。我哋做每一樣嘢咧，流每一滴眼淚咧，我哋都即係天主會知咯。你哋真係係啊，唔使。常住啊，常住啊，求你垂念。常住啊，常住啊。求你垂念，都让我哋手牵住手，一同去祈祷，用耶稣教我哋最简单、最直接嘅经文《天主经》，向佢祈求。无论求先，我哋有冇讲出口嘅，讲咗出口嘅。在內心深處的我們都一一交託給祂，將我們所有的一切都交託在祂手中。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常给我们一用的食物，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都让我哋一息间彼此互祝平安，我哋有個方式，我哋會向對方伸出一隻手攤開，讓對方喺我哋手掌中間畫一個十字，以表示互祝平安祝福。喺平安禮之後咧，大家唔好就止，因為都有啲宣佈事項噶。不過首先我哋要求天主俾平安我哋。让我们的心有天主的平安。主耶稣基督，你应许过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将你的平安赐给你的门徒。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旨意使你的教会，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堂区，我们的社会，以至这个世界，都得到你的平安团结。你是天主，你永生永王。愿主平安，愿你们同在。就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用着手请人宽恕，然后画一个十字。
家留心聽一聽一啲報告。喺11月11日嘅時候，教區發出一份聲明，向全香港所有人發出一份聲明，關於聖十字架堂嘅事件。我相信喺嗰份聲明當中，有好多教友、非教友，甚至乎所有嘅人都感到憤怒。但係我哋好感恩，我哋好多謝天主嘅恩寵，令到我哋所有嘅聖堂都冇被裝修。今日我邀請大家一齊去簽一份聯署嘅聲明，話俾我哋教區嘅管理層知道我哋嘅聲音係點樣，同埋亦都希望各位教友身邊嘅朋友，甚至乎唔係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都好，都希望佢哋知道上主嘅聲音，同埋喚醒佢哋嘅良知。份聲明一間喺後面會有，大家可以即場去簽。亦都可以帶一份翻佢哋嘅堂區嗰度，邀請堂區入邊所有嘅教友一齊去簽署呢一份聲明，令到教區嘅管理層知道大家嘅諗法係乜嘢。咁我簡單咁樣介紹一下呢一份嘅聲明。呢一份聲明將會由三個唔同嘅層面去到分析呢一件事。首先喺法律嘅層面，聖堂根據法例係一個私人嘅地方。根據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條例入面第50(3)嗰條，向我哋指出咗，喺警務人員如果係有合理理由懷疑任何可以逮捕嘅人喺私人地方入面，佢係可以入去逮捕嗰個人，但係先決條件就係佢要得到場所管理人喺呢個情況之下，即係我哋嘅中座處理湯漢書記嘅批准，兼且。他要講明入面嗰個人係乜名乜姓，或者他需要好具體指出係一個乜嘢嘅人，同埋佢干犯咗乜嘢嘅罪行。但係喺我哋見到嘅片段當中，同埋陳執事嘅口中，我哋都好明顯知道警方並冇進行呢一啲嘅步驟，就入咗一個私人地方度作出一個逮捕，而呢一個係一個。不合法的逮捕，我們相信教區是需要嚴厲譴責警方這個無理的行為。第二，在人道層面的問題，我們知道在過去的5個月，警方不斷地用很過分和不必要的暴力去對待一班捍衛公義和捍衛法治的示威者，不單止惡人相向，他們跟別人說你們是曱甴，這個是一個完全侮辱人的尊嚴，更加以很多不人道的方式，包括施行酷刑，將制服了的人毆打，以致他們頭破血流，使到他們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權利和他的尊嚴，令到香港的人道問題惡化，互相對立。在聖十字架堂的事件當中，傳媒更加拍出警員不單止在聖堂範圍，即是電梯的外面攻擊一個已經被制服的被捕者，令到那個青年人受到不必要和無法彌補的心靈創傷。大家可以在片段當中見到各位青年人有一些白色的液體在鼻孔裡流出，根據人體學，這些是腦漿。傳媒更加發現警方插裝嫁禍，將一些證物，即是他們聲稱的證物，是一把鐵錘，放在一個已經被雙手扣上的青年人的背囊當中。這些是不是還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可以接受的事實？在信仰層面方面，根據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的網頁資料，天主教教會需要維護的核心價值，包括以誠實的美德去要求我們去講真話，並且付諸實行，即使我們要付出重大犧牲的代價，亦都在所不辭。在今日，天主教教會是不是還依然捍衛著這個核心的價值？
关于爱德和对生命的尊重。网页上面都明确向我们指出，天主教教会的宗旨就是生命是天主赋予人无价之宝，生命在本质上面就是神圣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有足以令其过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的一切条件，唯独真正尊重人类生命的社会才是可以为大众带来幸福。在这几天甚至乎在这几个月发生的事，举例我们讲在11月11日的清晨时分，有一个交通警举枪向着一名被他已经主动挟持的年轻人，并且在毫无合理的原因之下利用实弹去伤害附近的两位年轻人。这两位年轻人当中都是慈幼会慈青的教友，这一切完全是违反了我们天主教的教义。陈神父，不好意思，在坚道的神像，你们可能真的住得太多半山，太近礼宾府了。你们完全不可以理解人民的愤怒，但是最少最少的一点，我相信任何教友、任何人、任何神长都有圣神的智慧，希望你们可以利用圣神赐给你的智慧明白是非，不要再听片面之词，利用上主给你行路的一个神迹走入青年人当中，了解他们的想法，再以爱德去感化他们走上正义之路。天主教教会永远都是所有人的教会，无论你领洗未领洗，你望教，甚至乎你一个无神论者，我们都欢迎。我们不会分权贵，不会分你社会上面是任何阶级的人，我们觉得任何人的生命和权利都应该受到法律和道德标准的保障。社会上面很多人对天主教教会都有很高的期望，请天主教教会的神长，请所有管理层不要令所有的人民失望。虽然青年人的行为我们不可以完全 100% 认同，但是我们不先去救他们，我们怎样去教他们？法治的精神就是所有人都会根据法律去行事，公民拥有公民拥人 sorry 公民拥有公民权，包括如果一些人选择去违法达意之后，他要勇于承担后果，他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警方亦都有严格遵守法律赋予给他们的公权力去执行他们的警务，政府有聆听人民的声音，从而根据宪法去施政的任务，执法者绝对有权力去将疑犯逮捕，将他们押到去法庭受审。很多年轻人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法律上不容许，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在被捕之后，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任何的年轻人弃保潜逃？没有，因为他们的行为就是彰显法治的精神。相反，警方不停地使用过分的暴力，将被捕者打到遍体鳞伤，滥用私刑，用言语去威吓市民，去阻止被捕者见律师，接受他们应有的法律支援，剥夺市民的权利。但是他们是完全不需要受到法律的惩治，甚至乎那位开电单车去撞人的警察都只是休假。这个是完全破坏法治。圣命里面向我们提到，天主是我们的救助和我们的力量，是患难中最容易寻找到的保障。每一个年轻人走入圣堂，他们需要的
是上主的安慰，心灵上的安慰。他们可以用双脚跑到去圣堂，有这么多地方他们不去，他们偏偏选择去圣堂，其实是圣神的引导。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在危难当中找到安稳的一刻。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的责任是要给支持，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还有去协助他们。但是我们不是去帮他们逃避法律上的责任，所以我们并不是窝藏逃犯。在旧约的户籍记第35章当中，刚才罗神父介绍了，圣经里面都有避难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都需要有避难城？约望福音第六章第37节都跟我们讲了一句说话，凡是父交给我的必须要来到我这里，而来到我这里的，我必不把他弃于门外。在反修例事件发生之前，年轻人对信仰不瞅不睬，甚至会贬低有信仰的人。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次那两个字，在这里我不方便说。但是在这5个月当中，年轻人对信仰产生很多的兴趣，他们开始去认识福音，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开始反省人生的价值。这一切一切都是上主赐给他们的恩宠，从这个动荡的社会当中向他们传授基督的爱和基督的福音。教区的圣言当中所讲的无从保障入期内的人士，实在令他们心碎。在法律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在教会的物业之内被其他人去打，在普通法里面，教会作为场所管理人是有绝对的责任。在令他们心碎的时候，他们会想，在面对完全都不根据法例在执法的强权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做呢？或者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只是血肉之躯，我们不可以去抵挡枪棍子弹，但是我们应该用一切一切去抵抗，以免令到我们自己跌入魔鬼的试探当中。如果因为各位神长他们抵受不到魔鬼的试探，倾向了权贵，倾向了政府，而不可以勇敢地跟社会当中有权力的人指出他们的错，令到这一群年轻人再次远离天主，我们失去一群的年轻人，在审判的时候，你们在天主的面前还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已经遵行了他的旨意，实行了福音当中所讲的话。福音当中跟我们讲过，凡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遵行和遵守这个福音的使命？神长们，请你们觉得记住一句说话，一个人是不可以服侍两个主人，你要服侍政府，还是要服侍弱小的一群，即是在今天社会当中的耶稣。多谢各位。在后面呢会有一些联署表格的，希望大家如果你认同的话可以去后面签名。后面都有些兄弟姐妹拿着 QR code， 那里面都有这一份的联署声明，你们可以 download 了回去堂区，给堂区的教友一起去看，一起去签署，之后寄回去教区，给我们教区的一些神长管理层知道各位教友的想法。